四百年前，真人用脚走出台湾；四百年来，祖先用手开垦台湾；四百年后，咱来用心看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用心看台湾，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的所在，是咱西部沿海，少数有山甲海，佮遮尔近的这个乡镇，大家生活上所食的盐，完全由阮本地来生产甲制造。特别是目前上热门的马家庄，也是伫阮店内。我即马来做一个卖菜，和朋友来约，规暝拢无困，无你约一个地方名。行到惠林县的北港镇的朝天宫吼，啊来回拢有行路的。这么远哦，啊是要行倒一条路？唔知，我做岔路。伊吼，伊到倒一个交叉路口，你无法度掌控讲伊要行倒一条。迄阵我嘛是，互伊感动着啊！大家安尼讲我唔信啊！我想，我要大家缀看卖，还佫真正呢。今仔日就予咱行入苗栗县，做伙甲妈祖挑战四百公里的急行军。观众朋友，你有约到未？我即马甲大家解答，规暝拢无困，就是阮本镇通宵。古早人你讲直通云霄，就是通宵镇。伫咧苗栗县西南边的通宵镇，是一个挖海的小山城。会讲直通云霄，最主要是因为镇内虎头山是台湾西部海岸上挖海的山头。通宵镇路上的交通是四通八达，若坐火车来通宵，第一站就是白沙墩。人讲三月小妈祖伫咧这个小庄头，小妈祖是只一年一变的大代志。借问一下，咱妈祖是要去倒位进香？好，为咱苗栗县通霄镇的白沙墩吼，行到惠林县的北港镇的朝天宫吼，啊来回拢有行路的。这么远哦，啊是要行倒一条路？唔知啊。爱伫倒位休困啊？这不一定呢，有时啊行咧十点钟，行休咧半点钟嘛有可能。你哪拢啥物拢唔知啊？唔知，这拢妈祖无决定的，妈祖带路。它最著名就是行，就是行踪飘忽不定。伊吼，伊到倒一个交叉路口，你无法度掌控讲伊要行倒一条。迄阵我嘛是，互伊感动着啊！大家安尼讲我唔信啊！我想，我要大家缀看卖咧。还佫真正呢。吼吼吼，有看到无？唔通想讲拄只阮在讲是天方夜谭呢？在地人解说讲，拄只妈祖婆停伫咧路口行桥，是伫咧考虑要行倒一条。最后妈祖婆决定要带大家行西滨，唔对哩，西滨敢毋是车载会行哩？随乡的乡丁卡拢讲对妈祖婆行都无唔对啦，这就是白沙屯妈进乡的特殊甲趣味啦，是台湾唯一妈祖婆带路，而且是路程上界远的进乡团，嘛是白沙屯将近200年的传统。即马甲时间回倒转去进乡的3天前。每到下晡，大家拢会担着澎湃的菜色来到庙前叩关，意思就是要先叩香，准备要甲妈祖陪去进香的平尾，请因帮忙照顾进香的人一路平安。阮白沙屯妈进香吼，拢定定妈进香啊，但是阮的妈祖甲人无同，阮的妈祖是软性的，要出发进前嘛是爱沐浴、爱换圣衣安尼来出发。啊，阮这软性的妈祖算国宝啦。挖海的白沙墩是一个淳朴的小渔村，加上山甲海拢挖到遮尔啊近，土地贫瘠。讨海的白沙墩人讲，所有的艰苦甲危险，拢是妈祖在甲因担责，所
所以因对妈祖的感情是足深足深的。白沙屯妈祖在阮在地人的心内，可能就类似咱厝的一个阿嬷，在地人出去外口打拼，吼，啊，若有回来白沙屯，一定会去甲妈祖保请安一下。有啥物困难，可能甲妈祖保甲送来一下。那像安尼进香甲过年吼，进香甲闹热啦，啊，就欢喜讲要来进香，要来甲妈祖来看过安尼。咱家己厝内底有平安，才会使去进香。阿嬷讲，若是厝内面有丧事，就一定要等到对年才会当去进香。除了这以外，大家拢想尽办法要回来参加。是讲白沙屯妈进香，真正是一段未知的旅程。除了讲起价、挂会、甲花香有盘费决定时间以外，其他的路拢总是妈祖在咧带路，甚至有可能带大家行一世人拢总唔捌行过咯。咱在2001年啊，吼，民国90年的时候啊，来妈祖要去北港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迄个西螺镇的落水溪的时候啊，伊就行，伊就聊溪，嘿，这嘛原来是几啊十年无发生的。浊水溪从头到尾间将近2公里，2000公尺，它长度很长，它里面的河道它是好几个河道，深不可测，就危险性非常高。那时候妈祖婆的船驾信众，把那个两杯做这边，大家都那个平安无事。了过浊水溪，有人讲是神迹，也不过这嘛是西堤大桥也未起进前，进香过程一定要经过考验。妈祖婆又搁再带大家了过。好，亲像伫咧提醒大家，迄段渐渐互人放袂记的记忆，嘛提醒大家，只要互相扶持，什么困难拢有法度行过。但我听讲今年的进香是有史以来上界困难的。明仔要拜四暗，拜四暗出乱，礼拜六的早上就爱甲北港啊，30点钟180公里啊。非常困难哦。咱听老伯讲吼，差不多40-50年来吼，第一遍吼，六天都要完成来回吼，将近400公里。这个是有史以来我们进香的一个记录，是今年是破纪录。应该是比部队的急行军还要难。6日5暝都要来回北港将近400公里。而且伫咧出发的30点钟左右，都要经过4个县市到北港，啊，算算咧无眠无日，拢无休困，1点钟嘛要行6公里，敢有可能？要不过在地人讲，妈祖伊若跋几工，都是几工，时间短，体力都要较好咧才会用哩。真侪人拢嘛先去练身体，练咧才来，练副炉主嘛是同款，因为伊要负责火田，甲装有100年的香火香搭，对北港打倒转来。随着日头落山，离起价的时间是1分1秒，一直划来。原本淳朴安静的白沙屯，即卖气氛已经是嗨到最高点了。哇，这火也真爆，是真有够震撼的啦！看这炮火声，那乒乒叫，顶头表演闹热滚滚。阴暗的白沙屯是难得的不夜城。12点20分，创造纪录时间到啊！有史以来上强的急行军要出发咯！香灯卡甲台线啊，塌甲弯弯弯，予人袂记哩讲，即马是半暝啊1点。
而且妈祖保庇，让大家第一个惊喜就是带大家行西滨啦。生平第一次跟妈祖进香，应该说是兴奋，啊，也没有尝试过这么晚在路上这样走，让我真的在人生之中其实充满了很不一样的想法和回忆啊。我觉得人生一辈子一定要走一次，身体真的还蛮累的，可是心灵上真的是一种可以让自己心里面净化，真的，就真自己当成这个苦行。在基隆上面逛街，对，心情怎么样？还蛮刺激的，不错啊！以后可以跟子尊讲说，我有在基隆上面走过路的，上逛过街、散步。未来的路，你觉得你有信心可以完成吗？有，我会继续坚持下去，跟在妈祖旁边。会啊，因为我是跟妈祖约定一辈子，对，所以会持续走下去。三更半夜在西滨顶头走路，虽然是心塞啊心塞啦，但是后面了真长真长的路爱行。问讲啊，敢有在头行到完？一路上阮得到答案就是爱相信妈祖，相信家己。这一群人可能都这个得了一种这个妈祖的病了，喜欢跟妈祖一起走路。我今年第三年，就觉得白沙屯妈祖婆有一种。很平易近人，很有人情味，很具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。这种生活节奏我觉得比较悠闲，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一天半到北港很紧凑，可是心情是很轻松的，不像我们在都市的时候可能上班朝九晚五，可是那个内心是很紧张的，很喜欢要把它走整个到北港全程走完，可是又怕软脚。不管是查甫、查某，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阿斗啊，有熟悉也是无熟悉，沿岸你陪我，我陪你，做伙走过人生中上界难忘的一段。行嘞行嘞，阮发现一阵牙瓜顶真古锥的队伍。对北港来，因为他每年都会到我们北港进香啦。早期他们在进香的时候，他们会手持进香旗，然后跟点香。啊，晚上为了夜间照明方便哦，所以他们会点一个灯笼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提灯笼在夜间行走啦，嘿，所以说有拿香又有拿灯哦，所以就行点卡这样子。啊，这是一个传统哦，那我们希望说这个传统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哦，那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灯笼这样做出来这样。对一个简单的古瓦灯，阮看到为着要维护白沙屯妈进香的传统，大家已经无分你也是我。拢总用欢喜、感恩的心情在咧付出。行到即马嘛，已经伫要透早六点，天伫要光啊。妈祖婆用惊人的速度已经行过大甲，路也过遐尼远，嘿，安尼行落，唔知有剩几个挡会牢的吼。看白沙屯妈一步一步往北港前进，天光了的通宵又搁恢复平静了。伫咧通宵的街啊，真侪人讲这是美食的天堂，若要找好食的物件，来这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这间来这侪人，李尚，你这咧卖啥？哦，这鱼汤面哦，足好食的啦，啊，香过球。大姐，啊，你感觉安怎？这排骨烧面哦，大碗个芳好食。敢有别项？阮遮吼通宵上好食、上特色个就是木鱼煮个面吼，通宵第一间个。头家，来一碗木鱼煮个面。也毋过，木鱼是啥物鱼呀？
我做菜老板晒我老晒地。今麦最紧张，今麦这最紧张时刻啊！今仔日我咱行进庙的关，做伙来通宵吃一嘴阿嬷流传的滋味。头家，来一碗木鱼煮的面。也不过，木鱼是啥物鱼呀？鸟看无啦，待会我带你来看。奇怪，奇怪的，真奇怪的！用木鱼煮面，真正是生目睭发白白，头一遍听到。到底木鱼是一种鱼，还是阿弥陀佛用的法器？李尚，你不是讲要带我去看用木鱼煮面啊？鱼在倒啦？不是这啦，来你看，是这个啦。来，我用给你看。就是这个，啊，拜托你啊，这都一般的茶嘛。因为这是吼，阮阿姐夫伊本身咧做木鱼嘛，啊，因这种做木鱼中间着材料废料啊，我着家己迄种叫草草茶来做，来做阮的燃料。因为伫咧处理加伫咧面内面的油葱的时阵，烧的茶都是做木鱼雕刻出落来的材料，所以有人讲伊的面是用木鱼煮的啦。哈，无讲你唔知，因为通宵过去雕刻人才上界侪，所以这嘛是全台湾木鱼生产上界大个所在啦。但是用咧炒火，咧慢慢啊烤，安尼敢有趣味？我做菜老板晒了老晒地，这红葱头吼，本身就像恁有切过葱的人，恁就知影。嘿，目睭有足共，足刺眼了咧，来老板晒了。今麦最紧张，今麦这最紧张时刻啊！为虾米？今麦这若搁这火候，若其实若搁炒过，你已经伤过火去，伤过火，这口感就会变真歹，会食咱那会食变苦味啊咧！真正一点都不好玩咧！用猪油煎红葱头，规大鼎咧，阮对咧嫌到咧目屎腻腻流，啊，搁我因呛到强要袂喘气。阿明兄讲，伊的手嘛不时叫油喷甲碰破。但是伊嘛是有缘坚持安尼戆戆啊做啦。这种物件，咱就是啊，家己用，唔知好多做出咱想要爱的口感啊，咱要爱的香味啊。为了要让咱这碗面更好食，更加香，我感觉这是有价值的啦。我若看到足侪人起安尼，来只食了，搁加娱乐一下安尼，我有感觉足快乐个。香，油葱面才是香个赞，香到吼一羹无食就冻袂掉啊。吼吼，这么好煮食，阿明兄吼真正让人想袂到。原本伊竟然是伫咧做土水的师傅，因为拄到建筑业无景气，所以只有对头开始学煮面。伊讲唔惊拄到环境歹，啊，就只要肯学、肯做，危机嘛会当变作是转机。啊，佫刷到这边，听讲是在地人才知影啦。哦，安尼排到落落长，妈，你是咧卖啥？我咧学唱歌，奇怪，唔捌听过，嘛唔捌看过呢。哦，我庙了才有。啊，你若爱知影，等下咱后壁，我再慢慢解说给你听。这个学唱歌生得有影有够奇怪，也不过奈这尼啊有魅力，啊排队的人客阁是哪排哪吃，嘿嘿，先甲问看到底是咧偌好吃啦。比较吃一摆，阁第二摆、第三摆愈甜，拢都。常常想爱食，食起来吼足 Q 的，啊料真香，就是予你食落了后吼，有一种难忘的滋味。就是有迄个细汉的时阵食过，有迄个阿嬷的口味。哎，你这芋仔就是包伫粿内底，爱葱葱，还是叫芋葱粿。古早算咱较早吼，较有咧做餐做食。啊，顶下炊这就是要咱予遐工人食，食点心。我哈着爱搁放迄个料啊，放迄个菜脯、韭菜、猪肉啊、葱啊、酥落去，爱食香。真正有够高工的啦！为着保留上界传统的口味，因拢袂嫌废气啦，就连菜脯嘛是家己做，万行拢是慢工出细活，无参照讲即卖咧讲求快的时代，比较起来吼，真正是无共款。因为对这阵妈妈来讲，做粿唔呐讲是一份头路尔尔。真快乐，真欢喜。人佫甲咱讲，阮的粿也好食，啊，就真正阮的粿好食。
当然上班是较快乐，较好过日啦。安尼大家安尼嘻嘻哈哈，真好做，真好做阵啦。现在很多的妈妈都以前就是都是守在家里，然后没有踏出来，然后他们也会想说，哎，其实很多妈妈他们也为他可以为他们的家庭带来第二份收入。大概我拿回来看到拢是乐在其中啦，因的改变哦，因的做用心要做啊，但愈侪人来甲因买，互因愈欢喜就对啊啦。看到这五六十岁妈妈呢无闲气煞，面上却是充满着自信的笑容。我们吃到因用心做出来过，嘛未输敢那去感染到快乐的心情。相公坚持歹，就会当点啊咧埋天怨地。妈妈已经证明予咱看，只要相信家己做会到，肯拍拼，就免惊无机会。妈祖休息，那休息我来休息啊。怎么有办法撑那么久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经过廿七点钟无眠无日的赶路，已经来到云林的东势乡，算起来离北港还佫有六点钟的路程。嘿，也毋过这人毋是奇葩呢，真正是忝到冻袂调啊！啊，听讲体调的白沙屯人有准备养护车予人休困，想袂到一上车看到这个熟悉啦！你有信心可以完成？有，我会继续坚持下去，跟在妈祖旁边。欸，阿姐啊，啊你来伫遮？在遮休困啊，真正行无烦。走到彰化嘛，走到彰化来坐车。刚开始用走的，现在变成机器人，他骨拢劈腿啊！欢喜啊！欢喜做甘愿收啊！行路是真简单，但是要行三四百公里的路，迄就无简单了。迄已经变成是一种的挑战，一种考验，一种跟妈祖的约定。除了意志力，其实嘛有撇步啦。其实要进香吼，这个必备的东西一定要准备吼，那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东西。针线包是要缝衣服啊、哦。这个针线包的作用就是在万一我们起了水泡，我们可以拿一条线跟针把水泡那个地方穿过去。啊，穿过去不是那一条线再把它拉出来，是要留着。它的作用最主要是让那个里面那个水泡那个水哈、哦、从线头渗出来，里面的那个细的心皮才不会痛，你才有办法继续走。阿公兄讲，除了扎针线包，爱阁会记咧穿迄个五指袜，啊，伫个脚底搭一块油布，安尼会当避免摩擦起起来碰拍。也毋过，不管是毋是有准备啦，看到目标安尼愈来愈近，看到愈来愈侪人行伫咧马祖婆身躯边，搁较忝，搁较疼，嘛无人要放弃。风景有影水哩，便当。哦，啊，即卖还阁有在卖这个复古的火车便当哦。有哦，而且从卖走的火车上有这种复古的便当哦。有一年呢、啊，我祈求我爸爸妈妈的身体可以健康一点、啊、我祈求妈祖婆说，可以不可以说破个例哦，啊来我家哦，啊顺顺看看。结果他从台一线
啊，然后从产业道路，哎，妈祖婆神教就跑到我家去。那心情就是好像说我好像那个老母全部无看到啊，啊，咱去见到家己的老母啊，很感动，啊，就痛哭流涕这样子啊。看到妈祖的神轿冲入去一间普通的面店，迄种情形，就好像就当年妈祖婆专工去阿成因家行一撮同款，遐尼啊使人感动。即马阮总算了解讲妈祖婆是安怎要用行去进香，因为安尼，才会当去关怀有需要帮忙的信徒。很绝望、很无助、很沮丧，那他好像求助无门，只能跟白沙屯妈祖婆求助，好像父母对子女或者阿嬷对孙子一样，他愿意听你讲完。他不见得能够完全如你所愿帮你解决你的问题，可是他至少他用他的倾听，让你的这个情绪找到一个出口。阿桑，你孙是安怎？我孙在化疗。在化疗。脚困头。阿嬷讲，七岁弟弟因为得到癌症，已经开刀五遍了，明仔载是第六遍要开刀。厝边的妈祖婆知影阿嬷唔甘，伊嘛知影弟弟的痛苦，所以将心轿停落来，甲因笑笑咧。得到妈祖婆的安慰，阿嬷讲，即马会当做的就是甲心交予妈祖婆，甲身体交予医生，希望妈祖婆会当保庇阿孙呢。较快活。只要信徒要吃，大家都会使吃；唔免你顶信徒，大家都会使吃。免讲的咯，啊，免钱来，对不对？无钱。少，你望嘛。我赚着心情，心轻松，只要心平安就好啦。啊，其他唔免讲，对。世间的钱，世间人咧用，啊，用有够就好，对。看爸啊，分甲笑嘻嘻，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？予阮有了上深的体会甲感动。一路上对着妈祖用行路的，嘛予平常时安尼赶来赶去，阮有机会看到一个搁再一个上水的风景，嘛予阮发现原来台湾有遮尼啊古锥的所在。脚步一步一步接近北港，跑啊吊甲悬悬悬。无分年岁，不管是用跪的，还是用行的，手牵手，大家拢想要陪妈祖婆行一站。还袂到死哦，行偌久啊？哈哈哈！你爸到哪了？啊？太笨了！阿豆，你要到啊？阿神真美，真好。那么遥远的距离，然后这么一百多年来那么样虔诚的心，然后要走那么久的时间哦。老实说啊，就算我们姐妹住在隔壁哦，都没有那么认真跑去找她。然后一代带着一代这样子，
延续下去，然后薪火相传，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年轻一代哦很大的一个教化意义。我感觉讲吼，他们真的太虔诚了啊，对妈祖真的哦，我感觉讲足感动的，这个力量太大了啦，会感动啊，感动要流目屎。33点钟，180公里，竟然做到了。到北港不是结束，是另外一个责任的开始。因为赶火才是进乡上大任务，将乡担打倒转去白沙墩，才会当算完成百年乡火的传承。200多年来的路变了，路边的景色也变了，无变的是新旧来的妈祖，甲行路进乡的精神。来通宵，若无对着白沙墩妈进香会遗憾。除了安尼以外，听在地人讲有一项传统的好滋味，嘛绝对袂用错过。来，正罕行，请你食饼。啊，这饼咧这么歹，看起来敢好食？嗯，你外行人就唔捌啦，这是愈歹愈好食的饼。吼吼。有听人讲，什么人不可貌相，但是想袂到底咧吃连饼嘛不可貌相。就是家己油才会变这尔歹啊！特别因为伊就是一般咱的肉店拢无法度经着这尔水的猪油啊，所以因为伊这块油你看这尔厚，啊普通的猪肉店拢是足薄的，都是因为伊的油分不够。先微肉饼的迄、那个啊敲好了后，啊过来就是。再来就是包这个猪油，再过来包迄个皮，皮若包好的时阵吼，整熟吼，你烘了后，它会爆香，嘿，爆香吼，它会渗透入去肉饼内底，安尼起来较香。啊，就是因为伊就是油就包伫面顶，所以烘起来较慢。袂啦，肉饼嘛超好食啊，刚刚好，袂讲受油啊，袂讲无油安尼，刚刚好。哦。啊，香脆啊，香脆安尼，大家拢安尼。一届就看几下箱了呢。时代在咧变，坚持选上好的材料，坚持用手工做法，那这从来唔捌变过。传统的秘密，就是伫咧用心的经营下，不断的散发出迷人的气味。发现通宵的水有真侪方式，其中坐火车、吹海风，都是袂歹的选择。这风景有影水咧，便当。哦，啊，今麦还阁有咧卖这个复古的火车便当哦。有哦，我这都卖走的火车上有这种复古的便当哦。来，你甲阮看卖咧。卤卵、排骨、传统的菜色，熟悉排骨便当。嘿，坐伫咧已经退休，也毋过充满着古早味的火车内面。看到开阔的海洋，虽然讲火车袂行啦，也毋过，予人袂输，敢若行入去时光隧道同款。刚才老板还有跟我们分享，就是傍晚有夕阳的时候更好，有谈恋爱的感觉，他说的啦。搭坐这个火车餐厅的列车长赵连兄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车迷。细汉的时阵看火车，大汉了后去铁路局上班。退休了后，嘛是离袂开火车，啊，都只要讲到火车，伊目睭就做一个金起来。就是很钟爱火车，一看到火车就很高兴。小时候看到火车这样，哇，欢喜啊，要死耶！去坐火车有无？会跑啊，根本怎么可能追得到他、啊？可是很高兴啊，现在就是跟火车一直在与他共生死。以前阮太太嘛甲我笑啊，逢人买火车啦，
我某讲你坐一世人的车，还要再坐，我讲再买回来做。这边请。因为我爸爸签了三台火车回来，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就是想要把他这里变成民宿。爸爸希望把他最喜欢的火车让人家一起分享。载着九连兄一世人的梦想，载着真侪人美好的回忆，更加是载着一家伙人满满的祝福和支持。未行的火车，静静伫咧海边，继续一站一站，伫咧向梦想前进。通宵是西部沿海山甲海靠上近的，所以你会当伫真短时间，伫海边的这所在，入去甲山内底。感受到截然不同的这个感受。哇，这有这么美的所在哦！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啊，请问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们这边的招牌是咖啡火锅。咖啡火锅可以出吗？阿妈，啊，你在准备啥？你好好看下无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还吃完了呢。哦，拄只这阵你唔来猜哦。啊，这偌紧就食了咯！哦，差不多二十分钟，久就甲阮干了个安尼。啊，恁要食一碗汤无？了，拢忙食完啦，饮一下吧。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啊，请问这有啥物特别的吗？我们这边的招牌是咖啡火锅。咖啡火锅可以出吗？不要紧，来一份试看看嘛。也不过炭火锅也未好进前，先来去四界行行咧。这么水的景色，佮未输敢那伫咧迷茫同款咧。今天有风，然后咖啡香这样子，哦，那种情境觉得很迷人。我很想深呼吸，然后就坐在这边静静的发呆也好。对啊。在你这深深呼吸一下，确实是一种享受。你常讲，其实伊对这嘛是一见钟情。这片以前是来用作结樟脑油的樟树拿，就是上界吸引伊的观音啦。啊，即马结合着家己上爱的咖啡，和大家当享受自然的时阵，想煞享受一下美食的。啊，咖啡火锅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们就用古巴南山的咖啡豆子磨粉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做成，再加入新鲜的高汤，让一个客人来这边欣赏这么漂亮的景致，又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料理，一定是一种相当幸福的感觉。像我们一般喝咖啡不是都很浓吗？可是它这个咖啡火锅啊，它就是淡淡的，那喝完汤头它是让你纯质，就是淡淡的余味，不会说很浓，就是淡淡的咖啡香。咖啡馆就伫咧大复兴地区，这唔呐保存了无受污染的自然环境，也佮有各种无同款的农场佮民宿，会当讲是佚佗上佳好的所在。哦，今仔日哦，妈祖转来欢喜，要煮点煮饭单去用吃。古早阮阿祖、阮阿妈传落咯，开始拢安尼。阮白沙屯的土产糕点粿，佮别位无同啊，阮只一丁一丁安尼。点一点找，阮家己食哦，食起来口感就 QQ 安尼。古早较欠，爱有年有节吼，食迄啰干米来食。啊，我是较爱问，因为较早阮老母也着拢问。我已经今仔问头着六斗半，啊面煮头二五斤。免钱是无？哎，然后哪有迄个免钱啊？鸡煮三鼎嘛，啊着甲人结好缘啊。看大家安尼无闲到要变鬼啊，开钱搁了时间，辛辛苦苦这么久，想袂到人在地人甲阮讲，吃的拢总是准备要予人吃免钱的啦。人家吃如何？吃到拢个吃完上好。诶，啊，吃完唔知大趁钱。
我想讲，咱出门能够做照顾啦。哎，我煮饭我就尽量煮，我嘛甲阮新妇讲，我若后去较济岁，若煮无好，我恁爱继续落去。以前是真的不能接受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必要准备那么多吧。可是，有这几次我们都跟着进香，然后看着别人开着小货车追着进香客，给他们东西吃这样子，我们才会慢慢体会。有做感动的吗？有。你赚到钱啊？那有钱啊。其实就欢喜的心，啊，对，有钱啊，钱较无紧，咱欢喜的心才要紧。吃人一口，行人一道，原来饭大代代相传的，还佫有一粒会晓孝服感恩的心。迎接白沙屯妈回来戏边地看戏，等待回乡的时间，就是享受点心茶的时阵。大家都甲阮做捧场，谢谢啦！阿贤姐，你怎啊？足欢喜的。阿妈，啊，你在准备啥？会使互阮看一下无？哎呦，可以啦，哎，还食完了呢。哦，拄食这侪，你唔来猜哦。啊，这偌紧就食了咯。哦，今仔落二十分钟，久就甲阮干了起来安尼。管那才紧。无啊，阮欢喜都袂完，哪会使安讲？我要用食平安的。拢用才食完了。哎呀。啊，恁要食一碗汤无？了，拢忙食完啊啦，饮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恁即马心情安怎？拢互人食了。要来汤啊，心情开心的回家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恁是倒一台咧？我的小姐食甲清洁溜溜，唔那家人欢喜，煮互人家人也搁较欢喜，因为饭大那食完，就代表讲今年的好运。除了准备物件真大班以外，大家嘛真欢喜，甲人分享这回进香的经验。我是走路，全程走路。怎么可能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就走完了啊。会累啊，有时候会觉得一边走一边睡觉这样子。我学到最多的这一次，以这一次来说，我觉得只要你安静的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。不要慌张的，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很困难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快要超过你能够负荷的，可是只要你这么相信着，安静的继续做下去，事情就会到达。我觉得白村的妈祖就是从生活里面教导人们，人们怎么生活，然后以及教导人们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，怎么去发挥善心，然后去为别人着想。无可能的任务竟然完成啊！阮想在地人伫咧出发时阵，甲阮讲爱相信妈祖，爱相信家己，因为相信，所以无论外困难，拢会当克服行完四百公里。搁说来，是每一个人上界其他的时间咯。最热血沸腾的是那个在庙里面叫。的那一刻就觉得，因为平常有一点点害羞，不太会去做这样的动作，而且叫“金哦”这样子。可是，当你在那个庙里面，在那个氛围之下，你很自然就会那个气从那个胸口涌出来，然后那个手就往上举，就“金哦”这样子。我觉得日常生活里面很难看到。大家有一种很集体的力量，然后在一起做一件事情，觉得这个事情是让人蛮感动的。因为这边风非常的大，其实这边的生活环境我不晓得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艰苦的地方，可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，他们因为对于妈祖的信仰那么虔诚，所以他们有一种很
很坚韧的一种性格跟热情，对，反而是很难得，就是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真是很多人都可以应该要学习。穿这件代表了一个荣誉，一个责任，这么传统的一个进香文化，有幸我们在白沙屯的一个在地人，当然我们绝对是会尽心尽力去把它推展完成的，当然这个参加到我们没办法为止，是一个约定，是一个我相信不只是我啦，每一个人跟妈祖之间的无言的约定这样。我第二天走的时候是真的已经不行了，就是有点丢棍了，哎，那就是想要想说不行啊，就是这种已经对啊，跟妈祖婆讲过的话就是真的，就是一个坚持吧。那明年再见哦。通宵一个山清水水、人情甜的好所在，阮看到亲像甲大海伫咧拼命，一款充满韧性的生命力。阮嘛看到亲像山同款的包容宽厚的北塘，人甲人中间互相信任、互相帮忙，迄款上界单纯的快乐，更加是阮爱着这个所在的原因。用心看台湾，看出台湾真正味。后回阮就要用心来看你的故乡。台湾是咱的土地，你我牵手来作伴。虽然土地无解阔，咱拢伫这生活。无论是国语、台语、客家。也是那女娃，青山绿水，有闲请恁来吃坐。花开花谢，好歹拢是咱家己的，加一份关怀，加一份鼓励，咱来用心看台湾，用心看。